这个到底会了没？没有。哦，一个低角度的，对，进了点没给。看着场上的状况来看，这球有了，一好三坏。嗯。哦，哦，给了。哇、哦，消在了好球带的最外围。马斯克斯，来看这球。哇，出棒了哈、哦。哇，又是151公里的速球。是。出局一再垒，曾俊岳这一球，又是一个 high fastball， 比较高的位置，打成了擦棒切换。是。哦，林孝成跑了，来看这一球打击出去，还是界外。记者要注意的。好，还是飙速球啊，还是界外球。那我们看到频频打成了捕手后方的擦棒界外球，那表示打者在抓这个速球 timing 是抓住。对，哇，还是一样。好，不过我们看到曾俊烨是150公里以上的速球连发。嗯。林孝成应该跑得蛮喘的，应该是第四趟还是第五趟吧。好，变化球来，还是一样，还是打到界外球了。哦，所以马斯克斯都有在准备哦，在准备。哦，其实这个用这个速差啊，大概差了13公里左右的变化球，它还是有办法破坏掉。没错。哦，场边位前的这个板凳席，大家起哄了，对，大家非常开心哦。哦，这球没有被吊到，而且林孝成跑了那么多趟了，没跑了。还是缠斗非常非常的久啊！对，还是打成界外球了哈。好，这球哇，还是界外球。哦，这个缠斗的厉害，这打席其实蛮精彩的。对。哇，结果不用跑，偏外侧偏高，所以跟曾俊烨纠缠的14颗球，最后马斯克斯啊是选到了四坏保送。对，那真的开剧本了。那曹总刚刚提到的剧场出现呢，那马上再做代跑的更换。嗯，魏权代表超前分上到了打击区。没错。